年三月初三日五刻，由叶九辈会馆遗址南太清太堂遐正遗址顶，更衣归馆洗酒扬眉，一块祷告的望天上帝之祝愿。甚至柔州一年一度的潮人文化节，成为我会馆潮人民俗文化的品牌。三月初三锣鼓响，就是潮州人潮州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最好的例子。来，掌声。品牌是需要时间来洗礼，文化的深度呢也是需要时间来累积。我们非常感激所有在幕后默默支持包括潮州花园馆的人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我相信我们会每一届办得更好。从单一的酬神节目发展到今天的人神共庆的嘉年华，这项演变充分表现出筹委会的精益求精的精神，也说明这并不是一朝一夕，乡团组织团结一致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，同时发掘人才和机会。留下来给我们后辈呢的一个很好的
文化传统的地点。那个才我们的会长呢，告诉我说要20万的款项来进行这个活动。他讲筹了18万了，那剩下的2万就由我来给了。啊，剩下2万就由我。我们今年是第一次打破传统，在三月初三的锣鼓响中，主动邀请金山其他四方在假猫屯里的晚宴中集献艺，让这个浓浓的潮味的庙会更增加了其他的风味。这象征了金山的华社核心精神，也就是五方共和的精神。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庆祝元天上帝圣上圣寿千秋。庆典除了有传统的参拜仪式、酬神大事之外呢，我们每年都注入了新的元素，